你只要发愿，你就得到佛的愿力加持，舍受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悉令成佛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此时阿弥陀如来慈悲至极之无上甚愿，真正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那么一切诸佛已经成了佛，证了佛果的人了，佛佛道同，没错。一切诸佛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诸佛如来慈悲至极的无上甚愿。所以诸佛如来巴不得立刻把你送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啊！诸佛没有嫉妒，没有傲慢，没有障碍任何一个众生，他们的心，他们的愿，只有一个，成就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快快成就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啊。所以说一切诸佛如来可以说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无论教你什么法门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每一个法门到最后完全归于极乐世界。这是学佛同修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，这都念老师的话。盖以从过道待业往生之众生，须是具足我也。应当啊，要多过道，但因弥陀愿力加持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复更多善途，故曰不多我取。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这个要知道，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的加持啊，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。故曰不得我取。下面引用龙树菩萨的话，故龙树大师曰：若人生彼苦，终不堕三趣。三趣就是三恶道啊，假如这个人他真正往生到了极乐世界了，终是讲往后绝不会再堕三恶道了。那下面有善导大师语，善导是阿弥陀佛在中国化身的，啊，日本也有此一说。我在日本问他们的法师，净土宗的法师，我说传说当中有名延寿、善导大师，这两个都是弥陀化身来的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有。那在日本、在韩国都有这个说法。
那么善导大师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宣说的啊，一直到成佛不再有生死轮回了啊，不再经历这个事情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是则横出六趣。从善导这一句话我们就肯定了净宗是横出六道啊，其他修行人是庶出，从人要升到天道欲界，欲界天再提升到色界天，色界天再提升到无色界天，然后再向上提升出离了，这叫庶出啊。净宗不是从人道就到佛道了，就到极乐去，不要经过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不需要啊，通通是横出啊。那么如地狱道，地狱道想出来一般的出来庶出啊，他一定是先到恶鬼道，恶鬼道再提升到畜生道，畜生道再提升到人道，庶出啊。那么现在他在地狱道遇到菩萨，劝他信愿持名，他能接受，他就从地狱道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不需要经过魔鬼畜生人天，不需要，他就出去了，这叫横出。后面这一段是这一章的总结，又此章大愿，故无我道语，不更我道语。这个两大愿呢，这里头有两种殊胜啊，一者我取众生以得往生极乐，不负更多恶道，表弥陀悲心无尽，度化无余啊，度化众生一个不漏啊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佛法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什么人无缘？不相信有怀疑，这无缘，佛没有办法感动他，没有办法叫他回头。那所以我们跟佛要有缘，要有很深很深的缘。这个缘从哪里生的？从信心生的啊，真正相信世间有好人。现在已经人信心失掉了，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啊，对每个人都怀疑。父母从小就教啊，上幼稚园了啊，你可别相信人啊啊，都叫他不要相信啊，怕被人骗了。啊，所以疑这个烦恼是愚痴的根呐，疑不断了，不会开悟啊。不，没有智慧，他学到一些常识，他没有智慧啊。智慧是从定中流露出来的
没有疑惑，就得小定啊，小乘的定啊，没有分别，那是大乘的定，菩萨的定，看一切法平等，没有高下，没有胜负啊，没有好坏，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啊，所有一切对立的统统没有，菩萨平等观了啊，中国人所期望的大同世界和睦的社会啊，和从哪里来的？和从平等来的。平等就是和啊，不和就不平等了，不平等才有斗争，才有战争，平等就没有了。啊，父子有亲，亲是亲爱，亲爱里头不会有斗争的。啊，不但没有斗争，连分别这个念头都没有。父子、兄弟、族人，同一个祖宗的后代，应当和睦相处。没有分别啊，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社会和谐了，斗争没有了，不但斗争没有了，竞争都没有了，这就是大同世界。中国过去一般读书人心目当中所需求的是大同啊，是和谐，整个世界和谐啊，人类和谐了，再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，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。那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向右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是道理啊。这个道理通达明白了，和平就落实了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诸位想想，这众生多么幸福啊！这就是天堂，这就是诸佛刹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